为家人喝符水，为什么要偷偷的呢？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家户，不是他要的口味，在家户，对，很严肃的啦，很严肃的，快嘴巴，快嘴巴了你，大罪过罪，免得罪。看起来健康，对啊，要够健康才有办法穿这样吧？对，才可以够瘦，对啊，这是不健康吧？可是狮子座的，对，我狮子座，跟康哥一样。那你知道我是狮子座，那表示你很健康。是身心灵吗？好，那请问一下，你健康有问题吗？为什么要求健康？不是我有问题，是家人有问题。哦，对，帮家人，就是为了家人，对，去求神保佑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办法，因为真的台湾有个好处就是，只要生病一定要看医生。嗯，当然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心灵上帮助我们的地方。是，因为你求神问卜，如果给你比较好的那个答案的时候，对，或者有正向答案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很多病，你当你自己有信心以后，其实是克服病魔的。是，没错，快乐、乐观。对对对。那你就是在各大庙都拜。对啊，因为我那个家，我家人是很突然的，嗯，就是急性的，都是脑缺氧，嗯，就是也蛮突然的，我听哦，对，就是那时候你也有点措手不及的那种。那你是最远拜到多少？我就是日本，去日本也会拜一下，对啊，对，但是就是你是纯玩的，假扮本身旅游，不是好吗？我去那边拜也会落泪耶，好不好？就是对啊。玩，你等我一下。那拜哦，哪一家拒绝我？对啊，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家人生病这种事情永远是揪在心里。对啊，对，不管，因为你也不可能家人生病，你的人生就完全停滞啊。对对对，你人生还是要走，但是就是说把它挂在心里面，随时随地能够有机会就帮家人祈福。对，好，好女人，嗯，是好女儿，不是好女人，好女儿。等一下，你为家人喝符水？对啊，现在不是很多，就是你去有问题去庙求，就是师傅可能会给一张符，有没有？然后就要烧，然后为什么要偷偷的呢？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家户，不是他要的口味，在家户，不是家户，不是自己家国酱哦，给柠檬的，很严肃的啦，很严肃的，哎，我的，快嘴巴，快嘴巴了你。你看，没有这个玩笑，你不行。不是因为加护病房管制很严，很严格，超严格。而且有的时候在加护病房的病人啊，只能拿那个棉花棒，是，是不能喝的，是，对。啊，因为可能插管啊，可能什么。而且那时候是昏迷状态，就蛮低的，昏迷状态不能正常，嗯，不行，严肃，万一卡住啊，对对。所以你也是像这样拿簪吗？对啊，就偷偷先在外面烧好。嗯，因为里面好像不能拿打火机吧？当然不行了。你在烧面包起来了，到底都会想起你。你转旁边点能得了啊？我不知道啊。OK， 因为我是紧张嘛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喝三口。那你们家是供奉什么样子？之前是那个地藏王菩萨。嗯，可是后来我去一些庙问，他说就是家里好像不太适合供奉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比较属于收这个阴的。他方面管地府，对，管地府的，那你也不能不是不拜他了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走阳光的，比较说健康的，关帝君有镇宅辟邪的作用，两个都非常殊胜。对 ，OK。而如果家中你比较孤独了，家人都已经往生了，你拜地藏王，起了他们冥界，更能够逍遥自在，也无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对，哦，就是地藏王菩萨，再不上去要收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地藏菩萨是很辛苦。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他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对对。他当初讲了这句话，就开始一直在下面休息。嗯嗯。所以变成就是说，他就一直在掌管阴界的事。是。地藏王菩萨，你们日本也有拜啊？有，对不对？你确定懂吗？宇宙菩萨字有啊。很多。啊，对。是把它讲成日文的，乱讲。难怪你们他都听不懂，先乱讲。Space。OK， 那你今天有带符？有很多，但有带部分而已。什么叫很多？我带一个正音车子，真的有认真去求。哇，哎，很多，整车的呢，很多哎。然后我那时候去行天宫，就是都是求，就是。你有去东大寺啊？有都有。东大寺在哪里啊？在奈良。还有白沙，有比较有你自己觉得比较印象。我就念这个啊，就是行天宫，因为我那时候去行天宫，名胜经，我去拜了两年，连续两年，嗯，就念到那个连那边的人都认识我，哇，他说你又来了，很虔诚哦，是吗？其实这个所谓的护身符，
对，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。对对对，嗯，这个不用烧吗？日本是每一年都要烧，哎，哪一个？哦，对，玉手的，就每一年要换掉，要去换掉，要换换他们这样。没有太多了。我们会变成说每一年去求一个新的。哦，行，对，然后还要过那个什么香香炉，是，里面也要过，对对对对，里面有的学文。应该是啊，没有，都是佛教，都是佛教跟道教。所以这个家里附近有那个，就僵尸，哎，对，僵尸，随时一个，这么多，为什么这么多？这是就很多符啊，就是要烧啊，有的就是镇住啊，镇住一些，有些是镇宅。因为我去问那个神明，然后他就说，可能家人是被什么跟着或什么的，对，他说要把它镇着，对。那为什么不去化解？有化，但是还没成功，就是都。还仍需努力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，谢谢。其实就像大师讲的，多做善事，还有，然后每一次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时候，念一些，比如说，比较对自己好的经啊。紫微斗数的命盘里面可以看出，这个人是职业病、远行病、因果病，或是遗传疾病，或包括本命带病源，这个叫做命理病或流年病，这是可以有方法可循的。但其中包括有的叫做风水病。就是我本身也没什么毛病，可是我居家环境干太潮湿，形成很多皮肤的毛病或致癌或空气的污染，那叫做风水病、命理病、流年病都有可能。但是你要远离这些病痛很简单，我个人是这么做的。好，就是没事有事笔记笔记，我有事没事就是开个刀。有人会说啊，开刀好倒霉哦，我全身都是刀 ，OK， 牙齿、眉毛、直眉毛、近视眼开刀。金锁曲张包皮盲肠有刀就尽量开哦，还有睾丸大小，1.8米，走路会歪一边。露珠，露珠还没有啊，没有。睾丸呢？露珠，你蜜子有？我弟有。我说手拳头会，所以你当你面对开刀的时候，你不要认为它是一个问题，它是一个化解灾难，那就是一种血光的意思，捐血整牙齿。刀拿来，没有，你不是没事就要开个刀？不是，我今天开过了，今天没事啊。今天额度又完了，对啊，就是破血光啊。因为有的时候，像我那次不是就说我手破了吗？我说 OK， 好了，那你就不要一直想啊，我怎么那么衰，我怎么那么衰，你不要想自己衰，想负能量。谢谢，完全破了一个血光之灾，很开心这样，对对，你要正面去面对它。你现在一弄。衰，我衰，然后一直讲，越讲越衰，越衰，越讲越衰。有时候不小心违规，警察来给你拦下来，开个罚单给你，红单，谢谢他，破财消灾。可能他不拦，下一步可能就要致命了。哦，你不要去跟警察吵，警察也很无奈啊。现在最近警察一停车讲，哎，来，帮你消灾，快开刀，来，你要先自改一下，自改一下这样子，你就觉得很开心的。对啦，就是你自己保持好的心情，正面能量是，其实可以化解很多不愉快的事情。真的，有很正向，心转念转。然后当然你这样是很棒的啊。真的吗？我很怕走火入魔，应该已经也不至于到走火入魔，因为你要相信他，你才会拜。但是还是记住，迷信这个不对，你要相信。千万别迷信，不要认为说拜了神明之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达到目的，这是完全错误。对，没错。来，谢谢。